地方期盼多年的太平区市民大道举行开工动土典礼。从2014年完成了宜昌路和树德路之间的一期工程之后，就停摆至今。市府斥资13亿多，和99位的地主完成了协议架构以及拆迁补偿，在6月是顺利取得了土地，加上营建署补助工程经费，终于得以动工，预计在明年底之前就能够完工。小事现坠，为开工动土典礼带来好彩头。地方期盼已久的开辟工程，这天终于带来好消息。太平第二期市民大道，从宜昌路到享顺路，全长800多公尺，路宽24米。而这天，市长卢秀燕出席典礼，也感谢99位土地所有权人的配合。工程如果顺利的话，预计1年可以完成。那明年大概是这个时间左右哈，那可以完成这个工程。那总而言之，我们希望那这个工程呢，工程顺利，人员平安。那我要特别感谢一些人哈。第一个，我们要谢谢这条路，因为很大，所以它的地主高达99位。那我们在征收的过程当中，因为跟地主采取伙伴的关系，友善协商，所以获得所有全体地主99位哈同意协议架构。全长2.7公里的太平区市民大道分为3期开辟，而在2014年完成了宜昌路与树德路间的一期工程后，就停摆至今。由于2、3期的费用庞大，因此朝向整体规划、分期实施的方式办理，也向范围内99位地主完成了协议架构以及拆迁补偿，在6月才终于顺利取得土地。我们台中市太平区的市民大道2期已经拆除这些等了好几十年的这些住户，很多住户事实上是等了好几十年，希望政府赶快来执行这个工程不然呢，他们的这个房子被限建，那有时候老旧，你要整修啊，他们就要开始犹豫不决所以呢，现在呢，终于定案，而这个定案事实上早在大概7、8年前，我们中央就有争取工程款，那把它列入所谓的生活圈道路设施。即使一道众人手持金铲象征性的铲土，也宣告工程正式开工。二期工程规划设置双向4车道，总经费有14.1亿多，而工程经费就大约9000多万。地方明代争取到营建署的工程补助7000多万，预计在111年底前就可以完工。记者陈庄安台中采访报道。